这个豆酥鳕鱼，这个凤梨虾球，在座大家先把口水擦干啊！这是人家梁鹤群一家三口加老妈的除夕团圆饭。今年真的比较特别，因为往年都是直接一家人这样围炉啊。对对。那你觉得心目中最好吃的？我觉得最好吃真的还是妈妈的味道啦。因为今年爸爸他在南部过年嘛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初四的时候会下去找爸爸。弟弟他们一家啊，在新加坡嘛，哈，那已经一年多没有回来了，哎，那然后梁振群跟他太太在北京嘛，啊，所以今天大家就是，以前是这个团体集合啦，啊，今天是这个小组过啦。这飞行不是妈妈会回来吗？没有呢，今年因为妈妈跟弟弟在加拿大就是办学嘛，那但是学校的话现在在加拿大都等于说都线上教学了，所以他们还是得要留在那边。那你们自己也很久没出国了。对对，既然都国内旅游啊，反正出国我们也不会去到太远嘛。是有过年有打算去哪边玩？哎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抓住他。好的，儿子已经按捺不住，咱们就不打扰除夕团圆了。娱乐懂新闻，嘿，新年快乐！报道。